时候他们还没保冰进那个冰桶，所以都可以做选购，还没进冰桶都可以做选购，你可以只要他们还没称重进冰桶都可以自己挑，都而且他们都帮你做分类，只是说有些比较肥比较大的有可能会被压在下面，要翻找起来有点辛苦，然后他们要送鱼行，要分装起来。因为海流的时间啊跟状况不一样，所以就会其余的时间就会不一样，出港的时间会不一样。那你只要看到他们有发出港的讯息的时候，基本上你就可以赶快一个小时内要抵达现场，因为差不多有时候他可能55分又一个小时，大概抓55分一个小时的时间，然后就会回来了，然后就开始卸鱼货，你就会跟不上，所以会建议你早上你至少6:30之前就要到光荣定制渔场，或者是对，基本上光荣应该都是早上6点会出一次 啊，不过看潮流，那个海流有时候之前有遇到他们海流比较不好，所以晚上那个待10点、11点才出港，也有遇到。那如果你要追宜兰的渔货，你就是要第一手的最新鲜的渔货，你就要大概6:30就要到宜兰，至少6:30。那我自己我是6点我就会到宜兰，6点我一定会抵达宜兰，然后开始追这些定制渔场的回港，然后卸渔货的状况。
然后接下来一整天我就会待在，基本上一整天会待在宜兰，除非真的海流状况很差，然后整个当天的渔获状况没有很好的话，我才会去其他地方，比如说去可以去，如果宜兰的话，它的经济上海流不佳，然后渔获不好的时候，可以考虑去南方澳，或者是去沙溪渔港。那边都有一些拖网的一些渔船，底拖网的渔船，那些渔船是基本上比较不受海流影响。对，很多人想要去追光龙、登访远期的渔获，但是时间上跟不上，就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。六点到宜兰就对了，然后六点开始，六点到宜兰，然后抓完早场抓完鱼之后，你大概可以休息两个小时左右，然后接下来就等下午场抓完鱼处理好之后，所以建议到宜兰就花带冰桶，然后自己准备杀鱼的工具，用自己的工具是比较干净，也不会跟大家抢到。剩篮子还没装箱的，哇哇哇！
抢金章，老板娘很开心，可以吃爽爽。要杀金章了。